sunrise. Her body fit right in my hands. La la la. It felt like oh la la la. Yeah.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.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't need ya, but every touch is现在去 shopping 不知道现在去拿风了，那个不是买衣服。现在呢，在这里就欢迎我们美女，还有一般来的朋友，也在他们那边住。可是他们飞机 delay 了，两点半才到，本来是一点半到，就变两点半才到了。现在要欢迎他们到来。老师。现在上山的路线，现在我们要上座山了，可是呢就没有什么开心。你看一下出面的情况是怎样，下很大很大的雨，其实这个后面是看到山的，现在连山都看不到。明天应该是又滑又冷，这样又绵，这样不知道怎样来跑，又爱又恨，很惨。一下你看每个已经是要晕倒的，要晕倒，那边在祈祷着要做什么好。现在他们烧香烧香，每个坐车已经坐到晕晕了，希望明天会好一点的天气。刚才挖线有线来，我们这边下大雨，还没有刮大风，可是在坝上掏 area 发给，不是屋顶都吹飞掉去了。所以你讲环境有点恶劣恶劣，这次就是很开心的事情来了，就是那一帮大雨来，你看那一帮下去就下大雨，怎么搞呢？你看他们，你看，哇，人家一起加油加油。他们现在就 packing 做明天的东西，要准备做了，每个边分配了。满桌子都是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到。房间有房间的，出面有出面的，都不知道吃什么。你看整个房间都是哦、啊、你看跑 50K 的也是这样，哇，蛮大玩啊。现在呢就现在一杯晚餐就给大家一起吃了，刚才他们备好了，现在要弄一下晚餐大家一起吃。看啊，我们啊降大了每一个哈，在边做什么？为了庆祝中秋节，放松心情。我们的人，你看，每一个嘞，现在都很开心啦，有好吃他就吃。因为明天泡面好像吃够大米了。对呀、啊，明天有什么好事哦？我一直都关注。
这一个呢，就是很重要的了。戴了呢，就像金刚圈这样，就没得锤的啦。就是跑完的时候，还是给人家踢出来的时候才可以脱的啦。就像孙悟空金刚圈这样啦。最重要的东西。最好是在菲尼斯来剪给人家剪啊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这半路给人家剪就是没什么好看头的。很长很长，现在要排长龙去 scan 手。这全部都是一排的。好了，现在去会场那边。耶，还要开始了，可是 delay 了，因为很多人还没有 scan， 要等多一下。天气现在还很好啊，等一下就不知道路就很乱了，我跟你讲了。小姐什么心情啊？你脚受伤了？知道，尽量尽量啊，安全第一，大家。2019开始了，我们也2019开始了。你看那些长边。Do not litter. Bring your garbage with you. Take care of other people's crops and livelihood. And we'll see you. 那么开心啊！你看到人跑。啊，这一次又是我们三个暂时是一起跑，希望我们三个都跑得完，就是一起跑完，还有后面几个，我们全部一起跑完。好了，来，换左岸先，加油加油！像我也是，加油加油啊！今天每一个都要像 DNDD 一样，所以头半夜啊，就每个都会有照一点，照一点这样。不要像比如 DM 做 Super， 现在至少在这样在半路了，不是在最后一个了，我们希望争取一些时间回来，所以每个状态暂时每个还黏在一起，还可以抓一下抓一下，这样慢慢现在已经是才跑了 OK 了，现在很快，现在108罢了，109，现在108了，很快很快 OK。 我们跑了 2K， 现在很快了，剩下107而已。哇，这两个开心哦。过了过了过了 OK。哎呦，哎，你来跑，小姐，哎，加油啊，小姐！啊，后面一个啊，现在是6K 了，跑了6K， 开始上第一粒山，应该要3个 kilometer 这个，肯定上是应该是300多400的，在前面这边。现在每个环节了，怎么嘞？要拿棍出来用。现在开始用棍了，因为上山，山过后应该不会久。啊，到差不多山顶这样，就有第一个水站了。那时候应该是1K半，所以我这样跑过去，我们现在这样跑，要跑整4-5K 啊，要就慢慢开始了上山。今天的第一粒山，现在第一个不是水站了，是差不多要到水站了，所以现在要拍第一张照，全部全校一起。
在前面暂时有点状况，什么状况呢？就塞车，应该每个要上上面，很长一下排长龙，还要排长龙上了，很长。Baby Jam 了，现在开始 Jam 了。现在要跑江的地方，因为上面满完了，现在要跑江的刷卡跳就过，排住一条很长很长的龙。现在抓之前抓的时间，现在就拿来拜了，已经拜了整十分钟，在这边不知道做什么。15分钟了，我看到好长啊，你看前面。所以讲都不知道好事还是坏事，就当休息而已了，就当休息，给自己休息一下，因为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在这边，因为第一个水站还没有过，现在都已经到要八点了咯，惨哦惨哦，我第一个水站要8:15到嘞，等下要看有没有赚点回来。今第一个水站，哎，this way。Thank you. OK, scanner 1. 第一个水站，进第一个水站，跟上次 K 的水站是一样的，只是另外一边过来罢了，一样的，进同一条路。等一下，这是第二段的路，经过香蕉园了。刚才经过那个榴莲，上次我们拍照的地方，可是榴莲没有了，结果了，已经过时间了，所以今年没有拍榴莲，只有拍到空了。拍了16K半。出马路，去第二个水站，还没有去得到第二个水站，就跑出马路。去第二个水站，现在。No, this one. Oh, very easy. Okay, thank you. Okay, thank you.第二站出发了，现在去第三站，还要跑4K才到第三站。这个是一个港风来啊，很漂亮啊，全部是稻田啊，河这样。这一条路呢是很窄，下面就是河了。上次有个日本人就是在这边跌下去，这边很高一下。那个路大概是这样，很窄，这边下去都下了，上车就是应该是这个方向，它跌下去。这个是很有纪念的买水的地方，因为啊，上次有个昂哥在这边卖那个什么咖喱包，一个就3毛，他叫我们买1块钱有3个，所以很可爱。可是昂哥没有卖咖喱包了，今天。
有买吗？我买酒了。OK， 第三个水站现在，如果是跑30K 的，他们要下这边，就去30K 了。那我100K 还要跑另外一边去，这边要吃一点东西啊，要补充一下，吃一下东西。那现在跑到7个小时，跑了30K。现在每个这边吃饱了，天霸又要跑了，因为时间有点赶。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啊，这个厉害，这个也赶得到上来了，阿德也上来了，全部。全部赶得到。全部上高上了。再冲刺。这边下去要去赶着去第一个4个水站。我要封号对你贴娘子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看看，肚子饿了已经。肚子饿是好事。肚子饿了，真的。第四个水站。啊，很久，这个时间要准备一下。4492，3799。对啊。OK。好，第六，现在休息一下先，浸一下水休息一下，再来下半场。这一站好，一站有什么？还有粥好吃，可以吃点粥一下补一下身，很累啊，再休息一下吃一下粥，你看，饿了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，45K 现在45K 了，这个路还好跑一点，不是很高。
慢慢上，这里。上面就是神山，到肚子都饿了咯，你看，做么？你打包面给面吃，打包面给面吃，每个都肚子饿了。我也没有想到这样厉害啊！我们跑路啊，跑到上来昆大山上面了、啊。你看，这边是牛场来啊，这边是牛场，这边是昆大山了、啊。哦，厉害厉害！跑路跑到上来昆大山了，嘿，要到水站了，要中间那个水站了，哦。上面这个就是神山，这个是后面那一个神山。我们绕了它一圈，看见没？我们已经跑了，应该整80多K 了，剩下。20多，30，剩下三次。要去 W4、21，这两个加起来就差不多是3K。尽量试试看在3个小时里面用完这个，做完这个是3天，这样那个finisher就可能有机会了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跑了大概是29K，89K，全部跑了89K，剩下10多K，10多20K。现在很晒。很热，看这个跑道，很低的跑出来呀、啊。哎，先跑这样的路，最后一个 water stop， 这个过了，我们就可以去下一站了。finish line， 那个山很斜啊。哦，我们到终点了。好，我们到终点了。剩下一点点呢，哎，还早啊，不用理他们。
Thank you.